那么最重要的是八字学里遇到的基本知识，同学们一定要熟悉啊。八字有四个天干四个地支组成，所以天干和地支的概念要非常清楚。所以我们首先要复习天干地支。首先我们来复习天干，我的要求是这样的，假如你能够背诵就背诵，不能背诵你照着念。我的要求是这样的，甲木阳木，乙木阴木，丙火阳火，丁火阴火，按这样的方式从头到尾把天干讲完，听清楚我的要求了吗？好，同学们现在请回答十个天干。甲木阳木，阳木阴木，丙火阳火，丁火阴火，戊土阳土，己土阴土，庚金阳金，己辛金阴金，壬水阳水，癸水阴水，还是不错的啊，但是呢不太整齐。我们再练一遍，因为这太重要了，以后你看见就要说得出来。请回答十天干。甲木阳木，乙木阴木，丙火阳火，丁火阴火，戊土阳土，己土阴土，庚金阳金，辛金阴金，壬水阳水，癸水阴水。好，很好。现在我的要求是说错五个阳干五个阴干，说的话是这样的，甲丙戊庚壬，然后呢阴丁忌辛癸啊，我要求你这样回答，听懂了吗？好啊，同学们请分别回答五个阳干五个阴干。甲丙戊庚壬乙丁很不熟啊，你不要以为很容易啊。甲丙戊庚壬，然后乙丁忌辛癸，好，再来一遍啊，希望你说得很顺溜，这样你断词很快了就。请回答五个阳干和五个阴干。甲还是不拉琴，先念啊，先照着念，至少还是不熟，将来你断词容易出错的。甲丙戊庚壬，甲丙戊庚壬，乙丁忌辛癸，乙丁忌辛癸。好，现在要请你来回答了啊，请回答五个阳干和五个阴干，开始。甲丙戊庚壬，乙丁忌辛癸。好，还不错，希望你比较熟悉。下面十二地支，十二地支的要求呢是这样的：子水丑土，然后寅木卯木，这样一直到最后，这是第一遍。第二遍要这样说了：子鼠丑牛，寅虎卯兔，说两遍，听懂了吗？一个讲五行，一个讲属相。听懂了啊？我说回答的是开始，你们七步走啊。啊，下面我们回答十二地支，开始。子水丑土，寅木卯木，辰土巳火，午火未土，申金酉金，戌土亥水。好，下面继续回答十二地支，开始。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。这个回答的比前面好，这个地质还更好一点啊。好，下面回答，我们说
四个地支的土有双重的五行是吧，有两个五行记得吗？对，请告诉我哪两个土是含水的？丑土成土。哪两个土是含火的？未土戌土。哎，那么什么情况下面他们一定是含水的或者一定是含土的？请你们记住，两个水库，两个火库。所以天干地支里我们增加一个知识，水库啊，人辰为水库，也就是说辰遇到人结合起来含水，易水论。癸丑为水库啊，含水的土，含水的辰土遇到人叫水库，人辰水库。含水的丑土遇到癸叫癸丑水库，易水冷，水是主流，土的力量去了，听懂了吗？这是两个水库，还有两个火库。丙戌为火库，丁未为火库，也就是说含火的戌土遇到丙变成一个丙戌的火库，以火为主要特点。含火的未土遇到丁火变成丁未火库，火的特点。听懂了没有？好，另外丙未永远不出现，因为阳配阳，阴配阴。好，下面呢是什么情况下啊？对金为土，对金为火啊，就是这里四个土，什么情况下对金它是属土的，什么情况下它对金属火的，这可是不一样的。一个是土生金，一个是什么？火克金啊，这个效果完全不一样哦。所以这个一定要会判断，就是请注意辰土、丑土啊和辰土啊对金为土，听懂了吗？也就丑土碰到金是土生金，辰土碰到金叫土生金，听懂了没有？因为他们不是丑土含两个吗？对不对？含水的土对金就是土生金，听懂了没有？为土就土生金的意思。但是戌土和未土啊对金为火，听懂了吗？就是当戌土碰到金的时候它是含火的，这个是它不以土忌以火忌，说明它是怎么样克金的，听懂了没有？所以戌土未土不是生金而是克金，相反的作用。断八字，现在断八字千万不要有错，听懂了没有？而丑土和辰土碰到金土生金是有利的啊，这天干地支里头这些特殊的东西，今天希望你深深的刻印在脑海。天干地支是我们端八字极为重要的概念。好了，这第一部分天干地支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？这个复习要问的吗？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？没有，我们下面复习第二项。老师，那个火库，火库如果丙戌的话，遇到戌逢冲的话，它那个是以那个火库为主，还是以冲为主，还是遇到火？我没听懂你的问题。辰戌逢冲嘛，八字里面遇到丙戌嘛，在地支上面遇到一个冲是他们对冲。但是这个时候以火库为主，以丙戌为主，还是这两个扯不到一起，不会关联起来啊？我们具体讲八字了再说。好，这第一问题。同学们，第二五题，五行关系啊，我昨天我们专门讲了，因为当八字嘛，关键最后要讲五行关系的嘛，啊，那么第二个五行关系呢，希望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啊，用八卦图来记啊，一定要用八卦图来记，这样既熟悉了八卦，又熟悉了五行，
八卦里头每个五行都要归写出来啊，我们学奇门尤其重要，因为每个宫的五行将是断奇门的重要的依据。那么怎么记住五行关系呢？我们把五行跳五个出来啊，这五个你把它画成一个圆，这总会吧，这个圆走出来，顺时针走出来都是相生的啊，顺时针走出来它相生圈吗？就非常好记吗？所以千万别说错相生和相克啊，千万别说错啊。好，下面我考考你，模仿我，我说开始以后你们再来说。水生木，木生火，模仿我。好，五行相生，开始。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生木。嗯，可以了，走一圈可以了。下面相生反过来，昨天我们教会你们多了一个字叫泄，还记得吗？泄还记得吗？知道啊。水生木反过来叫木泄水。下面我们专门把相生和泄同时来回答，比如我这样讲，水生木，木泄水，木生火，火泄木。听懂我的要求了没有？听懂了。好，好，下面请同学们回答相生和被泄。好，开始。水生木，木泄水，木生火，火泄木，火生土，土泄火，土生金，金泄土，金生水，水泄金。非常好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现在刚刚知道概念啊，关于生和泄的关系。下面我们讲克，克呢大家注意画一个五角星啊，一个异形的五角星，按照五角星的边走，比如水克火走上去，火克金走过来，金克木走过来，木克土走过来，土克水走过来，按照五角星的边走。现在我同时要求你来回答我，相克和耗还记得吗？昨天讲过耗的啊，譬如水克火，火耗水，模仿我按照这样方法把五行讲完。好，同学们现在请回答相克和被耗，开始。水克火，火耗水，火克金，金耗火，金克木，木耗金，木克土，土耗木，土克水，水耗土。记住了没有？这样我们这些术语行话不会错，判断力量就不会错了。最后一个叫和，什么叫和？比和，同中五行，听懂了吗？所以你的回答是什么呢？水水比和，木木比和，把五行说一遍，增强印象。好，请回答比和，开始。水水比和，木木比和，火火比和，土土比和，金金比和，水水。好，下面呢，请注意这个五个字的力量关系。同学们，生和合是加力还是减力？加力。加力。啊，那么耗克泄是加力还是减力？减力。减力。其中减力按次序排应该是怎么摆？怎么一个排法？泄泄克耗，次序是泄克耗，泄力最大，然后是克力，然后是耗啊。所以呢，泄克耗简历啊，是一个大于一个，两个大于符号，下面标注一下啊，这些非常重要的概念，断法之力
啊，这是第二个啊，关于五行关系啊，希望你牢牢的记住。第三个，关于排八字的方法，以后可以查，对吧？但是方法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。啊，第三，关于排八字的方法，日后我们是查软卷库，这两个你都要会，一个是自己算出来的，一个是自己学会能够查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当然最后主要是靠查出来。我们昨天讲了排八字啊，每一个字请你回答我关键词怎么排的。第一个字年干怎么排？减三，什么减三？你关键词生年，出生年减三除以十，这叫关键词，就看你重点找的对不对。听懂了吗？年干怎么算出一个人的八字的年干呢？出生年减三除以十，你知道这个后面的内容，你应该是知道的吧？对不对？这个出生年以什么日子化解？二月四号立春化解，请记住，否则你要出错的。啊，这就是第一个年干的关键点，将来你要排的。第二个字叫年支，同学们，年支有两种排法，第一种按照什么排？属相。第二种按照什么方法排？出生年减三除以十二，对，出生年减三除以十二，这个就说明你懂了，这样两个字解决了。下面我们来解决月怎么排的问题，先排月支还是先排月干？先排月支，先把地支月找出来，因为地支月是固定的。下面我要考你了，你要我说地支月，你要告诉我几号到几号，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，这个字的阳历就行啊，阳历你不用重复。比如我问你寅月什么时间，你回答我2月4号到3月5号，听懂了没有？你要很熟悉每个月，因为很好记，上半年基本上是4545交叉，下半年就过渡到7878交叉，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规律，听懂了没有？啊，下面开始回答我每个地支月的日子。寅月什么时候？2月4号到3月5号。2月4号到3月5号。卯月什么时候？3月5号到4月5号。3月5号到4月5号。辰月什么时候？4月5号到5月6号。4月5号到5月6号，一般情况下，四月什么时间？5月6号到6月6号。5月6号到6月6号。5月什么时间？6月6号到7月7号。6月6号到7月7号，向七过渡了。未月什么时间？7月7号到8月7号。7月7号到8月7号。申月什么时间？到9月8号，不会再出现9月7号了，往八走了，到9月8号。酉月，9月8号到10月8号。戌月，10月8号到11月7号。亥月，11月7号到12月7号。一般情况下这样。下面是子月，12月7号到1月4号。然后1月5号，大部分情况是1月5号。然后丑月，1月5号到2月4号。哎，你这个记住的话，地支月马上就对错了，听懂了吗？其实不难记的。
也就是四五七八这些关系，对不对？啊，而且呢，你记起来很好记，啊，这个有时候，比如立春你已经记住了六月四号，清明你记住了，这两个关键的，你的上半年的月份就清楚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记关键的，啊，然后，比如，啊，我们讲的那个亥月，就冬天开始的亥月，亥月几号开始？十月七号记什么呢？过去又很好记，苏联十月革命节，他们利用立冬之日，十月七号是立冬，正好亥月开始攻打东宫，啊，取得了十月革命胜利，所以他们的国庆节就是我们的立冬节。哦，立冬，啊，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啊！他们也讲节气啊？怎么？这巧合啊！他们十一月七号选择了中共的立冬攻打东宫，而且是都是好兆头啊！立冬攻打东宫，最后拿下政权，啊，都是好兆头，就中国人讲的好时机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关于排八字的月支，我们讲清楚了。下面要回答月干怎么来找出来，请告诉我。查表，说对了，这张表。是什么对什么的表？年干对月干支的表，这张表一看你就看到了，对不对？那么这张表格呢，这个表面上看是很复杂的，但是我们一句话就可以把这张表格给记住，就是年干跟月干支的关系。昨天我讲了一句顺口溜，这句顺口溜是怎么讲的？甲己之年丙作手，很棒，甲己之年丙作手，这句话很重要。也就是说第一个月叫丙寅月开始，以后就排就可以了啊。所以这些基本的知识都是很重要的。那么江湖上算命或者瞎子算命，为什么掐手指啊？哎，那无非就是把这个东西啊，甲乙丙丁在手上转来转去嘛。这个跳到这，那个跳到那，啊。好，下面我们讲日的计算方法。日干日支呢是比较难计算的，但是为了方便起见，通常我们每一年取什么日子作为起点分析？春节。春节，阳历几月几号叫什么干支日，以它作为起点，然后这个人生在某一天，我们计算要计算什么，比如他生在国庆节十月一号，我们需要计算什么天数？天数，你回答很重要，从春节到国庆的天数，对不对？然后知道了天数，我们最后用什么表格可以查到？六十甲子表啊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查到什么了？日干日支了。所以请注意啊，日干日支是春节到出生的天数，有了天数以后再查什么六十甲子表啊。所以这些关键的地方、难点的地方我写一写，引起你的注意。好了，最后两个字了，时干和时支。同学们，我们是先定时支还是先定时干？时支。怎么没人回答？时干还是时支？时支。时支，因为时支是对应时间的，就很容易知道的。下面请同学们要回答我，是这样的，譬如我说一天十二个时辰是怎么讲的，我说开始你就回答子时二十三点到一点，丑时一点到三点，这样回答听懂了吗？好，我们一天有十二个时辰，古人是怎么定的？开始。子时二十三点到一点，丑时一点到三点，寅时三点到五点，寅时
十七年到九点，四十九点到十一点，五十十一点到七点，三点，三点到十五点，三十九点到十七点，六十七点到十九点，七十十九点到二十一点，亥时二十一点到二十三点。回答得很好，如果正好在这个点子上，是按上一个时辰算还是按下一个时辰算，比如七点整是按上一个时辰卯时算还是按下一个时辰辰算，按下一个时辰，只要卡点就按下一个时辰，这又是一个要注意事项，听懂了没有啊？那么还有一些术语行话要记住，我们把卯时叫什么？卯时太阳出，卯时太阳出，这句话记住，见到太阳升起来了，卯时了，卯时太阳出。有时怎么讲？有时太阳落，这都是帮助你记时间的非常好的办法。你看太阳升起来了，不用看表，这个人生下来的时辰就叫卯时。有时太阳落，啊，这是两句重要的话。还有敲更。啊，现在我们不敲更了，但是还有一些偏僻的农村，某些原始的地方还有人敲更的，因为为了让大家了解时间咯，对不对？好，请你回答我，每一个更几点到几点？头更，讲二十四小时制，这样比较清楚。头更，十九点到二十一。二更，半夜三更，23:00到1:00，这个时辰正好什么时辰？子时也叫什么夜？子夜，三更半夜白说了，子夜之术语。四更，1:00到3:00，1:00到3:00，五更，3:00到5:00，有没有六更？没有，最多五更。六更清净啊，这样的。六更清净啊。这样呢，我们就把这个时辰时值的问题给解决了。同学们，时值知道了，时干怎么算？差表。根据那个差表。差表，差什么表？日干和时干制的表。啊？好像这个回答的比较慢的，同学们啊，就是时值知道以后，查下表就行了，把日干和时干制表一对就查到了嘛。这张表表面上看很复杂，但是记住一句话，这张表你就都画出来了。昨天这句话我是教会同学们的，这句话怎么讲的？甲己之人还加甲，不能说做手了啊。也就是说你是甲日生的，己日生的第一个时辰就叫甲子时，然后往下排。好了，你只要了解就行了，以后不排了。现在在座的每一位同学，假如让你查软件库，会查八字了没有？会了没有？有没有不会的请举手。好，我认为你们都会了。下面我们讨论任何一个学生的八字，有时间你马上就应该给我敲出来他的八字啊。好，这是第三个我们重要的问题。第四个重要问题，我们进入八字系统了，里面很重要有一个社会价值的关系，我们定义为叫什么关系？六亲关系，包括了多少个参数？十个参数，我们把这个十个参数叫什么？食神。所以六亲和食神的问题要搞清楚。啊，这是我们断八字的依据。你断来断去不就断这些关系吗？对不对？你在这些关系里面的情况吗？我们讲了，昨天有顺可用来确定啊六亲和食神关系的。我考考你，
第一句是什么？日干为我，你克我，我都没有出现，怎么来克我？日干为我，日干是生命的核心，是最重要的，称为我，是命符。啊，第一句叫日干为我，第二句克我为官，官有几个？两个，什么名字？贞观和平观。贞观主要的概念是什么？事业。主要的概念，主业。丈夫。领导，这三个是最重要的概念。偏官主要的概念是什么？副业。情人是男情人还是女情人？男情人。啊，好。偏官还叫什么名字？七杀，叫七杀，啊，简称杀。七杀凶的时候意味着什么？有关重大的事故发生了，就是印在什么问题上，比如印在财商，或者印在官商，或者印在身体上，或者印在婚姻上。杀凶意味着要出事了，出的事情比较大。啊，如果贞观偏官都特别凶，事业出事，当官的就是可能要双规，做老板的可能要破产，要破产不是破财了，那就严重了。所以希望你对这两个概念有充分的了解啊，叫克我为官。同学们，贞官是异性相克还是同性相克？偏官呢？哎，一定要搞清楚，这样呢你就不会写错关系了。好，第三句话是什么？为财，我克为财，呀，最重要的财和官嘛，对不对？我克为财，财有几个？两个，正财、偏财。正财主要的概念是什么？工资收入，工资收入，还有呢，妻子。这是两个最重要的概念。好，下面偏财主要的概念是什么？横财、坏财、外财。外财简称吧，外财。然后呢？偏房。哎，女情人，还有父亲很重要啊，父亲，因为经常会讨论父亲的问题啊，父亲的身体了，父亲跟你的关系了等等啊。所以这是偏财。好，财完了以后，下面一句是什么？生我为应，财官应，这是一生最重要的。当不当官，有没有钱，有没有学问，这不是你最重要的事吗？啊，另外财和官里面还反映了婚姻啊，对不对？你最重要的概念都在里面了。啊，生我为应，哪两个应？正印和偏印。正印主要的概念是什么？母亲生我嘛。还有呢？学问什么方面的学问？理工为主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请问偏印主要是什么概念？继母文科的学问。还有什么？知名度。还有什么？爷爷别忘了。还有现在爷爷的问题越来越多了。说的是舅舅，你这书上写啊，主要是爷爷的概念。我们七大姨八大姑中国太多了，我们讨论，你在讨论这个那个，那我们连外国人都搞不清楚你的中文名字，你还搞这个关系？我到爷爷奶奶姥姥就足够了啊！你别让七大姨八大姑都端上来分析，那太乱了。看他们自己的八字就完了，不要间接的分析了啊！好，下面一句话是什么？我生伤时，应该是伤和时分别叫什么？伤官食神。好，请问伤官主要的概念是什么？伤官食神最难的。以后可以这样回答：异星
子女这样回答就可以了。哎，因为昨天为了讲的比较直白一点，以后就回答双方为异性子女，父亲是女儿，母亲是对这个儿子的异性子女。三观还代表什么？外表聪明啊，外表的聪明啊。另外还代表什么凶险的现象？伤了官法，伤了官法，伤了当官的，伤了法律，要犯事，就是伤官如果特别忌讳的话啊。上官还代表什么人物啊？奶奶、老爷。哎，奶奶和老爷。嗯，啊，为什么是上官代表奶奶和老爷呢？为什么前面讲的偏印代表爷爷呢？请问爷爷是不是父亲的父亲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偏财的偏财，结果跌出来的结果，五行你倒过来的结果，正好是。变成了偏印的五行啊，将来你自己去倒腾一下就行了。现在我把结论告诉你，它是五行套五行套出来的结果啊。偏财偏财就是爷爷，奶奶是指什么？父亲的正印嘛，父亲的母亲嘛，偏财的正印嘛，就这样倒腾过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样倒腾过来的五行关系，我就把结论告诉你就是了啊。其他的七大印八大故也是按这样套来套去套出来，这样就把它的背后的信息给看出来。好，我们讲完了三观，请回答十胜的主要概念是什么？同心之欲，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啊。我们讨论生男生女啊，这个问题很重要的，同心之欲还代表什么？也知道，也代表外表的聪明的，它也代表的还有一个代表，代表什么？克服好有实路，啃老族，蛇啊，蛇生帮的人容易啃老。哎呀，我的家里好，我靠家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同我结比，同我结比，结合比全称怎么称？结财比肩。结财主要的概念是什么？异性同辈。也就是你的同胞兄弟姊妹或者是同事是异性的，听懂了吗？比肩呢？同性的，同性的同辈，这是他们最主要的概念。劫财还有一个特殊的概念，劫财要干什么？劫人家的钱财，劫人家的财嘛。这个财实际上有三个概念，一个是老婆，一个是钱财，一个是老婆，还有一个是父亲。就是如果劫财凶，可能会对这三种里面有一种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啊。如果一个男的八字六合很多，就是说天将来我们不断发流合很多，劫财很多，那么很花，成天是搞人家其他的老婆去，那么就要问题大，这个人生活有问题了啊。好，这是六亲跟蛇神的啊，重要关系。最后一个就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宏观。昨天我们举了一些案例啊，不是第五，我们命格啊，把命格讲了。同学们，命格总共有几种？四种命格。好，同学们，第一种我们昨天叫什么命格？弱柱格，一般的民间古书叫什么格？身弱格。身弱格你也要知道，将来否则看书有矛盾。弱柱格主要反映了热肝有什么需求？热肝需要帮助，就叫弱柱格。热肝的五行需要帮助了。这是第一种命格，同学们，第二种命格呢？旺志格。那么一般的古书上或者民间容易说生旺格，这个时候热干的五行需要什么？
需要叶子。第三重命格，同学们叫什么？从若顺至格。简称什么？从若格。这个时候热干的五行需要什么？需要帮助，还需要意志？这里可以写作智能。嗯，需要意志，从落了，物极必反了，路要转弯了嘛。那刚才五行需要意志，千万别搞错。啊，顺治。第四种叫什么？从旺顺主格，简称从旺格。那刚才五行需要什么？哎，需要帮助，已经给你写了前面意思。那么这四种命格呢，同学们要啊搞清楚。昨天呢，我们就把这些概念呢就拿出了一个人的八字，一个人八字出来以后，我们第一步是看他一辈子大概情况怎么样，粗粗的讲了讲。所以第六条，如何判断一辈子，这个人一辈子怎么样，好不好，命好不好。所谓民间讲的这个人命好，这个人命不好，实际上说的是一辈子的情况啊。如何判断一辈子，指导原则，以什么为中心来判断？以正官为中心。因为对任何人来讲，一辈子的事业，对女性来讲，丈夫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判断一辈子以正官为中心来分析。那么具体这些关系，我们昨天通过感性认识，现在进行一些总结，希望你记住。下面我对这个八字进行总结，一辈子怎么看？就把它擦掉，我用这个。好，那边空着也没关系。好，擦了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八字的关系。一个人的八个字出来了，我们以热干为中心来分析一个人的命运。啊，热干为中心，我们把热干呢给你圈出来，突出他的地位。假如某一个人的正官在月官，月干上，那么你首先看这个人正官是用神还是忌神，也就是这个字是打勾的还是打叉的。打勾代表用，打叉代表忌。那么同学们手机里红字代表用，黑字代表忌，这些符号你先搞搞清楚。就正官出现的符号，我们平时写在纸上通常是打一个勾表示是用神，打一个叉表示忌神，而在软件里头打勾打叉太麻烦，它用字体来表示，红字代表用神，黑字代表忌神。如果一个人的八字正官是用神，意味着什么？第一，三大事。第一，应该有一个理想的事，因为你是打勾的理想的。第二，从政
可以是当官的，这是两个概念，给你了吧。如果是打叉的，是继承，给你什么概念？这辈子事业会有压力，最好不从政，不是说不能，最好不从政。会判断了吗？这个字的用意是这样来看。好，对于一个男性来讲啊，我们是男女有些区别啊。对于男性来讲，旁边这个字对贞观的影响，左边这个字的影响叫外环境，外环境的影响啊。老师我问一下，那个正官是从政啊，那么也是官，那么他是现在就这种那个国企或者是是那个公务员这种是官，就是那私企这种是不是叫，就是这是半官半商，半官实际上呢尽量不要在这种机构，容易在官场上，因为他今天带有官的性质，容易在官场上有风险。如果是私企做到一定职务也是个官啊？这不是这个官是指正官，政府的政，政治官，事业官，政界官，从政指的政界啊，不是啊，不是这个正官打勾，是可以从在政界工作，就这么说吧，你这个从政应该懂啊，从政就政界嘛。这个左边那个字叫外环境，外环境主要的概念是什么？机会、贵人、上司啊，单位的效益，大概它又会反映这些概念。如果外环境对贞观有利，说明你的一生机会比较多，遇到的贵人比较多，你的上司对你比较好，你娶的单位效益也会比较好。宏观来看，不是每一年都这样，但总体来说，这一辈子的平均而言，这些都能达到。听懂了吗？外环境啊，如果是忌的，对他不帮助的，对他不利的，那么这几个都差了。你分析的时候，你好，这方面你可能弱一点了。听懂了没有？好，这是叫外环境。然后外环境还有一个坐下，外环境坐下就是年资了啊，就是我这个指的啊，这个外环境坐下。就是外环境屁股底下叫外环境坐下，这是一个术语，大家都这样讲，你知道就行。外环境的坐下啊，怎么来分析？比如外环境坐下，首先它要对上面产生作用，听懂了吗？地支作用于天干，然后天干再去作用于它，它是这样一个传导过程，听懂了没有？他不能直接对他，月支不能直接对贞观去分析，听懂了没有？就是说，他首先比如他是啊木，他是水，啊，比如他是火，假如是这个五行，这个水不能直接对火，听懂了吗？只要这样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假如是打勾的，好还是不好了？好了吗？如果你这样去分析，变成坏了，就错了，懂了吗？他要这样走过去分析，叫坐下啊影响。如果坐下是有利的，说明将来你的级别会升得比较高，可以到级别高的单位去工作，譬如是中央部级单位，而不是小地方一个县级的啊。就是说级别高，坐下代表级别。啊，档次，啊，就是说这个单位如果效益很好，你下面又帮他的话，你在这个单位的级别就比较高。比如你在部里工作的话，
啊，上面是个部的单位，下面又升这个部的单位。你如果都是对官有礼，你至少当个厅长嘛，啊，说不好，说不定你还当个副部长呢，对不对？那么是这样一种关系会影响他，啊，就是容易升得比较高。如果这个不帮他呢，升得高还升得低了？就升不低了嘛。如果不去帮助上面的官，就说明你在即使在这么大的一个单位里，你还是当的比较低的官。听懂了没有？这个坐下的影响，听懂了没有？这叫坐下，啊，坐下。那么下面这个呢，所谓的内环境有两种，旁边那个，啊，它的右边那个也叫内环境，这个下面也叫内环境，这个啊听起来就搞不清楚了，到底什么？那么我们就叫正官的坐下，好不好？正官坐下代表什么？正官坐的下面代表什么？啊，正官下面这个字代表什么？如果正官的坐下对正官是有利的，那当然就是好的了。那么好在哪里？第一，代表能力强，啊，代表能力，你这个人工作有没有能力？啊，如果正官是好的，这个下面有帮助这个好的，说明你有能力。另外反映你的工作量，如果帮助正官，说明你可以做得比较大。比如你开连锁店，本来三家现在变成20家，啊，工作量可以大。另外也反映掌控力量，你去掌控这个工作的力量，就你能不能控制局面。好，就是能力强，工作量大，能掌控。它的主要理念反映在这些个方面，这是正官的坐下。好，下面看正官的内环境。内环境往往是右边那个字，听懂了没有？啊，这个叫外环境，这个叫内环境，啊，这个叫内环境。那么，内环境呢，主要是你周围啊对你的影响，周围对你好不好？比如你在一个办公室里，周围这些环境对你好不好？而这个外环境比较大了，上级机构甚至于更高的机构，而内环境是你周围对你怎么样啊，周围对你怎么样，甚至也包括啊七大姨八大姑对你工作怎么样啊，这个是内环境，指的是周围条件如何。还包括同事呢，更多的会看劫财和比肩啊，同事的具体作用，这个指的宏观的环境，不是具体到人啊，周围的条件好不好？那你要是正官是在这边吗？别着急，先讲完这个再讲另一种情况，否则扯在一起了。好，请注意，这干还是我，对不对？所以来分析我的罪。哎，老师，内环境是不是还包括家人呢？啊，内环境是家人。内环境是周围所有的条件综合起来看，也包括家人。就是正官的右边，那个右边的那个。先别着急啊！第一，我们现在先看这个八字的格局，月干上出现了正官，左边外环境，右边内环境，但是正官还可能出现在别的地方。下面讲，你扯在一起，你搞不清楚了，对不对？你没，还刚刚进去，一步步走，你不要一步就走五个格子，一步走一个格子。是，嗯，那个内环境这块是指干，日干是吧？日干不含日支吧？坐下，日干就坐下。都是天干。都是天干。啊，我现在写的很清楚，都在这个地方。下面我们讲我，你看我是不是现在挨着正官？是不是？如果我对正官是有利的，假如我自己对贞观是有利的，比如他是火，我也是火，那么对贞观有利了。我是木，对贞观要有利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可以靠自己一技之长。啊，我有专门的本事，我不一定当头，不一定去管人家。比如我是一个雕刻专家，我就一天雕刻；我是个焊接工，但是我那个焊航天飞机，靠一技之长啊，路对正官有利，靠一技之长。说都为火的话，就不是正官了。啊，我为火不？对对对，就是说我对他有利的话，对他有利的话，不对他有利的话，但是我是克了，对不对？克我为官了，他是克我的。假如你还有隐射神呢？懂了吗？你现在不是显神，还有隐射神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这么简单。如果隐射神可能产生这种想，我指的只要我对贞观是有利的，说明自己有一技之长，将来靠自己一技之长吃饭就行。老师，这里的正官是指鱼竿这个位置，还是鱼竿是正官？鱼竿这个位置上可以是隐射神，也可以是显射神，一个意思。这个位置啊，意思一样的，只不过隐射神反断了啊，这个位置上如果出现正官，听懂了吗？啊，我们纽约来的啊，有种的吧，纽约过来。好，我自。如果对这个正官是有利的话，靠一技之长就可以了，啊，靠一技之长。如果对正官不利，这个人一辈子最好靠什么？靠领导。不靠自己的一技之长了，靠自己的主政能力。就这个人最好不要自己。干一个专业性的人，等于是一个管理型的人才，听懂了没有？就像刘邦本事大不大？个人一技之长有没有？刘邦没有一技之长，但是他有管理人才的能力。他用了谁？张良、萧何、韩信、党政军，够了。我不需要，我自己党不行，政不行，军不行，但是我把这些人玩转了就可以了。所以如果出现我对政官不利的话，啊，不利啊，这不是有利。不利的话，就是要靠主政能力，不是靠一技之长。听懂了吗？每个人他点干什么，你就搞清楚。啊，靠主政能力。所以每个人先天条件是不一样的，啊，先天条件是不一样的。好。这是最重要的，以贞观为中心，将来大家断一个人的命运的时候，必须要思考这样一些问题。那么宏观里面还有一个关于身体啊，我们一下子看看一辈子身体好不好。身体以什么为中心来看呢？以日志用计为主，是用还是计为主来分析。一个人一辈子身体主要看这个啊，这个日志是用神还是计神，基本上反映了这个人先天体质的强和弱。如果是用神，说明他的先天体质怎么样，好为主。但是分析的时候不要教条，因为这个字会受到什么两边的影响。如果这个是用神，但是两边都是打击他，他身体是很好还是略好一点？略好一点，本来是很棒的，两边怎么样把他打击了嘛。所以分析的时候还要细心，先看日志。如果是用神，你基本上肯定了这个人身体还是不错的。再看两边，如果两边帮他，这个人怎么样，身体杠杠的啊，棒棒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两边打击他呢，只能够好里面下降了，听懂了没有？如果是打岔的忌神，说明先天体质怎么样，不好。如果两边帮着的不好，说明身体怎么样，更不好。两边是帮助这个不好的，这个身体更不好，那么将来死就死在这个不知的五行上面。比如水是最凶的，那么就将来死在水系统，也就是肾、泌尿系统、血液系统。啊，如果金最凶，将来死在什么系统？对，金系统、肺、呼吸系统、大肠。
一般是断肺，大肠一般不至于马上就是要死人，可以有病，但是死人的大肠的概率比较低。你说大肠死掉了，因为大肠死掉了，这很少听说的。直肠癌，癌症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好，这是要注意的，这个关于断身体的啊，断身体的一个支啊为主。居为空。啊。为空身体换年知，日志永远不空，因为你是当前生的，怎么能空啊？日志永远不空，永远不空啊！因为你是当前生的，不可能空。如果这个日志是都支持他都比较强的话，他将来身体会最后会老的时候会死在什么地方？啊，就是这个也问的也好，真问的也好。比如中间啊，日志是木很旺。这位又是帮着木的，说明这个人体质好，而且什么部位最强的？肝系统、肝胆系统和纤维系统、神经系统特别强大。那么将来人都要死的了，那么可能死在什么方面呢？就是克这个东西，病往往是克这个。那么什么东西克木？金克木，他死的时候是因为肺死掉，明白了吗？听懂了这些逻辑关系没有？啊，这些信息量都很大。啊，先别着急，先听懂，这个很容易就晓得了。我把要点先给你写清楚。啊，要点你抓住了，对于你的总的八字，一眼就能看出很多问题。啊，是非常重要。啊，这是关于身体，然后婚姻一下子能看出什么问题？没有。啊。女性婚姻啊，主要是啊，看正偏官，看正官和偏官。啊，因为正官代表丈夫，偏官代表男朋友，不一定是小三啊，男朋友，男朋友可以是普通的，过分了就是小三，对不对？啊。女性主要看正官偏官，那么怎么看具体的情况？比如正官偏官在两边，或者在同一边。如果正官偏官都是打叉的忌神，婚姻好不好？不好。首先断婚姻不怎么样，这个人婚姻至少有问题。什么情况下你断？他至少要离一次婚，就是中间的热干。如果帮助两边更凶的正官和偏官的话，就他自己往正官偏官还更加凶了，这个人肯定要离婚了。继续啊，先把概念听清楚，气是第二位的，先把概念听清楚。你看啊，你看这个婚姻啊，你看到了正官和偏官吧，时辰里头，如果两个都是忌神，说明找丈夫有问题吧，找男朋友有问题吧，那就是婚姻不顺嘛。这第一个答案懂了吗？正偏官度为忌神者，女性婚姻不顺，至少这边能判断吗？正偏官都是忌神，那么至少婚姻不顺。要不透见的话，是不是也是？哎，一样的，不透见也一样。我们现在不讲透见不透见，说明没有特殊性共性的，这是第一条，记住了没有？第二条，中间不是有热干吗？你热干去帮助正官偏官更凶，那你让他出凶嘛，离婚嘛，啊，所以男生八字有的没看，我真是，你的婚姻不顺，恐怕是要离婚的。马上他会说我已经离了，看一般都这样，我已经离过了，一般都这样，我很多人断了都这样说嘛，对不对？说明这个概率是极高的概率，啊，极高的概率。好，所以婚姻的女性呢，主要是这么来看。男性男性看正财，有偏财。哦，男性看正财偏财。啊，男性看正财偏财，同样的道理，跟女性啊，婚姻凶还不凶，道理是一样，只是看的。幸好啊，这是看婚姻。
那么古办法呢，还有一些辅助的信息，以后我们会讲到。那男性正偏财皆为凶的话，哎呀，跟刚才跟正偏官的风险一样。帮他的话，也要哎呀，刚跟刚才的正偏官的风险也同。就是坐下周围帮他的话，他会更哎哎，那当然，你总体来说产生的结果嘛，这个啊，那你就是，但是你看流年，他会有转好的。这个着急吗？这个宏观我们怎么看？首先，啊，没看到大运和流年了，对不对？先出一看。然后比如你看这个女性啊，八字正官偏官都是凶的，啊，个人又是帮助凶的，那么哪一年离婚你就看大运流年，大运流年啊，他们更凶，那肯定这一年错误了，听懂了吗？下面还没讲大运流年呢，今天嘛一会就展开这个概念，啊，我们先讲这个八字放在哪，还没看大运流年，先看一看这个，先有感觉，这个人一辈子大概怎么样啊？你先有感觉，对不对？哎，老师，我就问一下，如果是那个正官偏官都凶，然后他自己都两边都帮，是不是还是更能找不到男朋友了？找到还要离婚，可能一辈子找不到，也可能要两边都帮，就找不到了。如果两边都凶，那干脆帮两边更凶，要么离婚，要么这辈子根本成不了家。那么看下面大运流年。如果大运流年把那个坏的都打掉，那么成家还是能成；如果大运流年都打不掉，连成家都成不了。老师，对不对？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日干，假如只是帮正官，或者是只是帮偏官，只帮一方的话，就是不是说扰？如果两边都是忌的、啊，帮一个已经很凶了，帮两个是大凶，帮一个也凶。如果呢去克呢，他努力怎么样，维持婚姻，但是婚姻不会太幸福。因为是忌的，丈夫对她是忌的，啊，婚姻不会幸福，啊，会幸福。啊，不是克的问题。如果啊，丈夫的幸好贞观是打岔的，说明丈夫第一素质不怎么样。第二，如果你是干脆帮这个丈夫打岔，说明两个关系更紧张了。你从用和忌来讲，紧紧抓住用和忌。好的用越多越好，坏的忌越少越好，这是基本观点，听懂了没有？老师，因为那个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，对，假如说这个女性这边是不好的，但是她老公那边是好的，对，女的坚决要离婚，男的不肯离婚，那么唯一的出路要么维持表面婚姻分居了，要么女的坚决打官司离婚。那就是说，如果女性的话是是帮助这个不好的，帮助这个正官不好的，嗯，是说这个女的有问题，所以导致婚姻不太好。对，如果改了自己的问题的，对，这个浪漫嘛，就告诉你，浪漫嘛，就为婚姻可以维持嘛。假如你自己啊，正偏官女性正偏官出凶，自己还帮助出凶的话，唯有改变自己，否则就是离婚概率结果。如果你自己让步，更多的谦让，那么这个问题有所缓解。老师给我们写一个八字例子吧。啊，下面有很多例子嘛，先把道理跟你讲一讲，否则你拿起来你让你看了，待会儿啊，我们随便拿个，我们这个离婚的婚姻的八字一大堆嘛，你拿起来就能看嘛。就是可我为官，比如说。不是，可我为官指的是透射性，还有映射性。哦，我就是没想。映射性里面不见得是可我。哦，对。好吧，啊，好，这是关于婚姻。然后有的人精神病，怎么一看就看出来。悄悄的话，不要跟他们说，悄悄的。就是八字上看精神病还是看得比较准的，啊。那么精神病人呢，一般是这样的，啊。正印印啊，正印或偏印，伤官或蛇神，为凶啊，是忌的，为凶的，然后不为忌神啊，我们不一定叫精神病，精神类疾病吧，有的可能没那么重，比如抑郁症啊，或者傻乎乎啊，啊等等。
精神类的疾病，主要看什么呢？如果正官正印或者偏印，伤官或者食神是凶的，木又是忌神，那么一般是怎么断？只有七八甚至八九错误啊！我在广州和深圳断过大概十来个所谓家长拿来的孩子的八字，我没想到拿来不讲的都是神经病，我断的都是精神病，都是对，断的都承认是精神病。木为忌神，五行木为忌神，对这个八字来看，然后又是凶的伤官啊，正印食神，因为木代表神经，伤官食神代表聪明程度，正印代表学问嘛。你看学问不好，聪明不好，木又是神经不好，你还有什么好？这一下很明显的嘛，这个信号都集中在一起。好，大家。昨天我讲的最重要的内容大概囊括了这一些啊，我们昨天信息量很大，大家也不容易，一天就把我们老祖宗1300多年里很关键的东西学了。今天我们要讲什么？就是每个人每神念的大命。看那个八字里面看那个父母早亡，那个父辈早亡看啊，就是八字看那个父辈早亡。哦，他这样，父母早亡你就看正印特别凶，那就母亲容易出问题；偏财特别凶，父亲容易出问题，听懂了吗？啊，那就凶嘛。另外呢，就是看一个人的生死问题，有一个信号很重要，就是地支空亡的问题。就是我们不是有查日空吗？日空两个地支吗？如果你八字里出现了月和时下面两个逢空，是不是叫逢空？譬如戌亥空，它出现了；譬如辰巳空啊，出现了辰和巳，就是地支如果逢空的话，地支上面对应的人物有发病突然死亡的可能，空亡，空亡，死亡嘛。啊，地支空亡对应的六亲，亦有身体方面的意外，要小心。容易有，不对，一定有啊，但是容易，概率高。因为下面空亡嘛，这个人下面空掉了。掉到底下去，掉到坟墓里去。对，弦也是一致的。啊？弦也是一致的。什么？对，上面的弦也显。哎，显射程透进了更厉害，隐射程的影响力小一点。比如上面正好正阴，代表母亲吧，正阴下面逢空，母亲出事的概率就高了。母亲因为身体出事的概率就高了。如果上面是偏财透进，透进啊，父亲就容易出问题。饮食生影响小，饮食生影响小，透见为主啊，透出来的力量大，隐藏起来的力量小，那么这是都是在断大格局的时候啊要注意的问题啊，要注意的问题啊。那么一般呢，古人会讲这个人命好不好呢，会讲是贵啊，贵是最好的啊，贵命好命啊，然后呢一般的命啊，这个命一般啊，然后呢脚差，这些概念他怎么定下来？哦，这个人命贵，哦，这个人命好啊，啊，这个人命半，这个人命脚差，那么有一些基本标准，什么样的命叫贵命？正官首先怎么样？好的，为用的。外环境怎么样？好的，好的。正官的坐下怎么？好的。这干对他怎么样？也好的，肯定是贵命，大富大贵之命，因为
都很好，对不对？那么什么叫中等啊？这脚好就好命啊，贵命好命啊，好命指的是正官是好的啊，但是外环境不尽人意，对他是克。但是是异性相克的话，同性相克力就很大了，异性相克力量会小一点。那么这个是血减克官场上的好处。日干呢，还是对这个官有帮助的，坐下也有帮助的，这就是好命，就是仅仅外环境有些影响，其他的影响不大。或者反过来，这个正官不好，但是外环境把不好的打掉了，自己也把这个坏的打掉了，坐下也把坏的打掉了，也叫好命啊，就有压力我就把它去掉了嘛，那有什么不可以啊？你比如邓亚萍的八字，他全是忌日，但他大运全把这个忌日给打掉了，结果走的人生道路还走得很好。这我后来到了2012年以后打不掉，所以他恐怕2012要开始走下坡。就是宏观的判断呢，这些东西呢也要清楚。那么一般的呢，就是用忌神啊，就是有些有牵制，有些没牵制。差的就是整篇官都很凶，最差的不但整篇官凶，而且外环境怎么样也很差。所以你初一看这个人一辈子啊好不好，大体上有感觉的，一个八字一上来，对不对？你无非就是抓住以正官为中心嘛，对不对？看看事业，男的主要看这个，然后看看是女的上来，你除了这个看看婚姻嘛，他最关心，对不对？而且他可能看婚姻最关心，哪一上来你一下可以给他点破，你的婚姻不顺，他就感到你很神，你怎么知道我婚姻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一般来说你有经验的话看不出，对不对？看不出。好了，我们这就是昨天讲的主要内容，下面我们要进入更深入的内容。我们仅仅看到八个字是不够的，是一辈子的平均的宏观情况，它要解剖的，解剖成每十年叫一个大运，每十年怎么样？现在我们要介绍大运，然后每十年里面的每一年叫流年，所以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概念，关于大运和流年。首先要明确，大运不是好也不是坏。有人说哎呦我行大运了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你行得坏大运你高兴什么呀？大运有好大运和坏大运，听懂吗？大运指的是每十年的情况，并不是好和坏。每十年的总情况，这叫大运。你首先把这概念搞清楚。然后流年指的是每一年的具体情况，大运这十年好的大运意味着至少5年以上概率是好的，不等于年年好，但是概率至少在50%以上，否则不叫大运好。大运坏的，那就是概率50%以上不好，但是里面总有好的年景的，不等于十年都不好。听懂了吗？这个概念，大运和流年之间的关系啊。那么他们的分量怎么来看？大运为基调，基本调子这十年的啊，这个概念要有，它是有区别的。大运和流年不能同等的来说，不能说大运不好流年也不好，但是大运是一个基调啊，你这部大运不好的话，基调这部大运矛盾比较多，你一定要抓住少数几年好的年份做你的事情啊，这是基本概念。然后
流年大运和八字什么关系呢？流年干支，首先作用于大运干支，他们都有干支啊。流年用干支表示，大运也是用干支表示啊。流年干支首先作用于大运干支，然后大运干支作用于八字，它是这么一个过程。原则上不能直接由流年跳到八字上去啊，要一步步走过去，传导过去啊。流年、大运、八字啊，它是这样一个关系：流年到大运，大运到八字，要这样来分析。这样你对一个人啊走的道路就看得比较清楚了，看得比较清楚。那么没十年大运怎么定下来？也就大运的排法。以后你当然不用你去排，因为都已经软件上都给你排好了，但是你应该了解了解大运的排法啊。我们现在讲大运的排法，就是这大运怎么排出来的。他是怎么来说的？男命啊，如果男的八字羊年生人，所谓羊年生人就是天干五个羊，刚才背过了，哪五个羊？甲丙甲丙戊庚壬这个年份生的叫羊年生人，听懂了吗？如果羊男命羊年生人，或者女命阴年生人，同学们，阴的天干哪五个？乙丙己辛癸。如果女命是阴年生的人，那么大运怎么计算呢？他这里写到了，从本人生日生时，如果粗糙一点不考虑时间也可以，从你哪一天生的，譬如昨天那个男孩子十月二十一号生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起顺数到下一个节，节气的节，也就是交月的啊。我们啊节气实际上是两个概念，一个节气十五天，对不对？两个节气三十天构成一个月，实际上历史上把第一个十五天的节气叫节，把第二个十五天的节气叫什么？叫气。所以每个月一节一气，听懂了没有？月和月互相交接棒，是在气上交还是在节上交？节上交，节是月初第一天，所以呢我们把交月叫交节，听懂啊？交接就是交月。所以呢如果是上面这种情况的话，从本人生日算起，顺数到下一个节，也就下一个月啊，多少天，然后变成他起大运的年份啊。你初听可能比较绕，举个例子，比如今年叫什么年？丙申年。羊年还阴年？羊年。昨天我们的男孩子是不是羊年生人？好，那就是十月二十一号，昨天这个男孩子是羊年生人，对不对？那么从生日开始顺数到下个月，同学们，下个月起始是哪一天？十一月七号。十一月七号，那么经过了多少天？你看，二十一到三十一吧，十天加一天，十一天，十八天，对不对？总共经历了十八天。那么十八天按几岁起运呢？
它是这么来定的，它叫每三天定为一年。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一个婴儿怀胎的时候怀多长时间才能生出来？叫十月怀胎。好，十月怀胎。这十个月你的秘密都在娘的肚子里，是不是？然后你出生了，这些秘密就在你人生道路上显示出来。我们这个人如果一辈子心理健康，体格健壮，没有不良习惯，我们平均按他能活100年计算，平均啊，十月怀胎相当于完整的他可以活100年吧，是不是？假如这个人很正常的话，很健康的话啊，我不是是有的人早走有的人晚走啊，平均而言将来所有的条件都好的话，人生应该100岁左右吧。那么请问怀一个月相当于多少年？10年。是不是10年啊？除以十，一个月多少天？平均30天是10年。那么每一天啊，每三天多少年？1年。你看去掉一个零吧，每三天是不是相当于1年？懂了吗？也就是说在娘肚子里每三天你记录了你未来人生道路1年的秘密，这就是所谓起大运的依据。3天相当于1年，你开始要揭露人的秘密了。那么请问现在18天是多少个3天？6个3天。所以从6岁起。6岁起。懂了吗？就这么简单。你多少天除以3就是几岁起运。所以每个人开始揭露你人生秘密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，是你先天条件决定。听懂了吗？起大运的日子几岁起大运会了吗？就是多少天除以3，说白了就太简单了嘛。这有起大运的日子。那6岁以前怎么算？6岁以前按原来的月柱啊，他会讲到六以前按什么走再说，就是大运我先告诉你是这样起出来的，所以很简单。当然很细，如果你要考虑小时也可以，对不对？那么下面更简单的，1小时相当于5天，我们算大运有必要吗？这5天你一个大运，10年那个情况，你这5天还要去算一算，没必要。起大运的这个时间的早晚，就是年龄的大小，会对人生有。没关系，就是走的道路不一样嘛。在你进大运以前走的你原来生下来的刚刚诞生的月的月柱，听懂了吗？就是每个人不是有年柱月柱吗？没有叫大运的时候，你人生的道路就按月柱计算，就是你走的道路不一样。进入大运以后是这个月柱后面顺下去的60甲子的柱子计算啊，它是这样排下的。好，我们首先明确概念啊，它是首先一个重要的概念，顺生日走到下一个月这个天数。啊，这是大运的计算方法，你首先搞懂以后你就知道这个怎么来的。以后你不要你算，人家都给你算好了，因为这很简单，按一个系统软件系统给你排好，顺着生日值下月第一天的天数除以3啊啊，等于起运年龄。就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走到一个大道上，某一个大道上，大运就是走的路嘛。你不要以为是好运或者什么样的意思，不是走了什么甘之路嘛，它本质是甘之嘛。啊，这是第一种情况。那么第二种情况就反过来了，男命应年生人也可能。而反过来女命呢也可能阳年生人，
我们举个例子，比如去年叫什么年？去年叫乙未年，是羊年还是阴年？去年男命生的人，去年生的男命是不是阴年生人？对。好，现在我来问你，如果是去年十月2015年10月21号生的男孩，啊，起运怎么起法呢？他不是往前面数到哪一个月，要往后退到那个月上，听懂了没有？推到那个月的开始，比如说10月21号往后退，推到几号是这个月的月初？10月8号嘛，听懂了吗？啊，10月21号往后退，推到10月8号才是这个月开始，往前走是下个月的起点。所以如果是去年10月21号生的叫阴年生，要倒着走了，从10月21号走到多少号，反过来走了，走到10月8号是起月的开始的那一天，听懂了吗？那么多少天？14天。多少天？31。啊，不对，21减8，13天加上它本身一天，多少天？14天除以3，多少？多少倍？不到5吗？对不对？4岁多吗？虚岁就多，一般按虚岁算，对不对？近似于什么五吗？虚岁5岁开始。4岁8个月。那你跟刚才一样不一样了？不一样。刚才是多少岁？6岁。6岁，对吧？这就是差一年的大意。那就阴年和阳年的意思。哎，就是两个反一反的意思，要倒过来走，不是指下月，指上月，听懂了吗？就唯一的差异是上月第一天的天数除以3，其余的年龄。道理听懂了没有？啊，比如刚才这个男孩其余的岁数就不一样了，这实际上就4岁多一点，而那一个呢是6岁，按周岁来讲，一个周岁4岁多起用，一个6岁多起用，啊，因为你计算方法不一样。好了，这会了吧？那么大运怎么表达？怎么描述？下面是这个怎么计算？告诉你了，如何计算啊？然后大运的啊，大运干支表达是怎么来表达？大运是用干支来表达，怎么表达？啊，第一顺排，刚才讲的生日顺排的啊，干支按60甲子表顺排，按60甲子表以月柱起啊顺排，就是大运的干支怎么写法呢？就要按照60甲子表从月柱开始往后排算排。我们举个例子，比如昨天这个孩子的八字大家还记得吧？昨天这个孩子八字，丙申年戊戌月丙子日，昨天什么时辰什么事实？昨天抄了吗？这个人的八字是不是鬼事实？这是这个孩子的八字。那么现在排这个八字他的运柱啊，怎么排呢？从戊戌月开始往后排，因为是阳年生人，对不对？这个孩子男孩丙是阳年男命，我们刚才算下来18天啊，6岁开始启用起运，第一步大运叫什么大运呢？从戊戌月后面开始，大家看一下60甲子表，我现在给你打出来啊，
同学们看一下六十甲子表，戊戌找到没有啊？查戊这一行，啊，戊戌在这儿，所以第一步大运就叫什么？己亥大运。走十年，从六岁走到十六岁，因为刚才说了六岁开始嘛，所以己亥大运就是六岁到十六岁的情况，它是己亥起尊，听懂了吗？下十年呢？庚子大运，十六岁到二十六岁，再十年他走什么？辛丑大运，懂了吗？这样这两个字对你八字就有影响了。好作用就是在这部大运好，坏作用就是这部大运坏。庚子呀，辛丑的大运有两个字是吧？刚才说的流年作用大运，大运作用八字吧。对不对？我们首先分析大运好不好，大运去作用于八字嘛。你说这个要作用的呀，下面我们会讲的。我们先告诉你概念，听懂了没有？怎么排大运？第一种情况会了吗？顺排的情况。第二种逆排啊。比如去年生的男孩，他就要逆排了。假如去年这个孩子是生在丙辰月，比如一个孩子，男孩子，一年生人，生在丙辰月，请你告诉我，他的大运怎么走法？乙卯。你首先把丙辰怎么样找到啊？丙辰月是不是在这儿？大运往前走，往后走了？往前走。逆着走。不能顺着走了，懂了吧？要倒退着走了。他的第一步大运叫什么大运？乙卯大运，也就是这个孩子从四岁，或者刚才说五岁吧，五岁到十五岁走的这步大运完全不一样了。然后再下一步大运呢？再下一步大运呢？为什么？下面还有吗？啊，还有，六十甲子没有了，我一看到这了，没有了，最后一个了，对吧？二四六嘛，六十甲子嘛，所以这下一步大运怎么样？没有。上面搞错了，上面不是往前走，往后走，回头。再下一步大运呢？人子，辛亥。一般你跟人家算的时候啊，多写几步，你写少了，他担心，哎呦，我真的活这么长，你这给我写到这儿了，你给他写一百吧，他不一定活到一百，你给他写一百啊。这个因为不能断他活多长，你都不写他就心里嘀咕，你要写到六十，哎呦，我后面怎么没有？把他吓坏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多写一点，多写一点啊！所以呢，干支按什么呢？涅槃嘛，会了吗？大运就这么走嘛。那么刚才就是李正红提出来的，如果没教运，第三种情况未教运，怎么干支怎么表达？啊，未教运前还没到了大运呢。安月柱牌嘛，安月柱啊，月柱就为啊大运运柱。几岁？啊，大运也叫柱子，懂了吗？比如这孩子，我们说了六岁起运，六岁以前走什么？就走戊戌嘛，懂了吗？六岁以前就走戊戌。到六岁以后才是戊戌后面走去，啊，才从戊戌后面啊己亥走去，啊，所以一岁到六岁走的就叫这个柱子啊，一岁到六岁就戊戌对他八字去影响，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八字。对，讲的戊戌年这个是他的戊戌月，戊戌月这个八字的那个戊戌两个字对整个八字的影响。嗯，好了，关于大运的概念懂了没有？嗯，这些我讲的东西。将来都不要你算的，我们查我们的软件，它都按我这个方法都给你算好了，因为它是固定的死的嘛，你去算它干什么？它完全可以有个数据库来完成。所以你发现没有？你查的八字下面往往跟你写上的嘛，大运冒号，它都跟你写好了，你以后抄下来就行了，知道了没有？啊，这是关于大运。流年更简单嘛，你当年叫什么年就什么年，不用查的嘛。比如今年叫什么年？丙巳年吗？明年呢？丁酉年，这就是流年嘛。那么这些呢，将来都会作用到八字上去。所以下面呢，
我们就要结合八字来判断这个人大运好不好，流年好不好。那么结合呢有两种，一个就是拿你们的八字，我们一起来讨论宏观好不好，是贵还是好还是差，然后再告诉我每一步大运怎么样。我们下面休息完以后应该休息了，休息完以后拿同学们提供的八字先讨论好不好。好，休息15分钟。